直接 Q 给你哦。我强化你了，上吧。干没事，没有弄到猪，搞定老师。掉下去，爬上去，爬上去。就整场都不能失误啦，其实失误应该是也不一定不可以啊，因为我那时候打是整场全部都失误啊，对啊，全没有一次睡到啦、啊，可是我过了。我们 boss 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小兵都会漏掉。boss 出来一定先吃小兵，我觉得是这样打才对，不是吃 boss， 因为 boss 要交给麦卡利，打完之后我们再补刀就好。对啊，对啊，不然干那小兵一直撞门，嘣嘣嘣的。靠背啊，就不准。你在麦卡利已经算到说哪一波丢哪一波不丢了，对不对？就基本上，对吧？不要死的话啦，不要死，我看你好像每波都抓，应该抓的那个探秒差不多。我可以在第一波往来之前开两次大绝。嗯。感觉是想偷溜哎、欸。因为如果我们这边有收到单刷，那边会一直被打，一样意思的。我看得出来，你看那个士兵阵型。我跟他不是第一次并肩作战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只要他能做出什么蠢事。上来。刀子帮我吃小兵，门口，你看门。哎，门都会溜。睡，小心不要瞄到死神哦！对啊，这样打就很轻松了。哦，差点死掉，感觉救到。啊！感觉丢失误了。再练习一下那个补棒。这次我也会让大家平安回家。接受攻击。小心不要死啊，我补不到啊。哎、欸、怎么一直漏掉，好像是僵尸的样子。哎呀、啊、一直漏掉。我一单抓的位我帮忙补。他一下就出来了。
打单穿那个地方连一格都打不到，那个一定是交给我了。吃小兵哦，不要吃 boss 哦，吃小兵哦。直接 Q 你，我直接去贴他。我强化你了，上吧。你就瞄就对了，我去贴他。没人知道。睡啦，靠背啊！欸、你牺牲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击火他，击火他。好，被偷到。Oh my god！睡啦你干！小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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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弄他弄他弄他，可以晕就把他晕吧，可以可以这样可以，小兵小兵。哎、欸，这样好像有打出一点节奏出来。我忽然发现一件事、欸，哎，干我那个睡眠症好像对啊。好像多少补一发、欸，第二发的时候干那个人危急的时候可以丢一下。打小兵，这时候打小兵。你有大了吗？有了呀。得等死神出来啊！要说打小兵哦，啊自己要闪哦。中，好两只秒。没干没干，我爹，睡睡睡睡睡，帮忙集火死，集手集集火楼上来一只，好悲啊！干死掉，漂亮漂亮。哦，这个打法可以，这个打法可以。给雷利夫，成本还有一只哈，这边帮我收一下。啊，那巨人一直被打哎。啊，当然就是那时候小兵特别弱，我说刚刚说先我们先吃小兵，这样这波应该守了下来，先赶快集气。大绝留着哦，扣着哦。下一波死神，我是觉得我可以开大，来不及，一定来不及，真的来不及。不，给你看了，你如果真的有把握就给你开啊。可是你开了我大绝，我会来不及哦。就是我没办法，那这样大绝会来不及。对我急不到第二波了。等下死神出来就集火他，各位，就是什么大，除了麦卡利跟我以外，啊来来来，别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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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还在靠我，剩36滴。干，你太高，我补不到。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啊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他在看我。集火死神哦！哦，有机会。好，吃小兵，吃小兵，吃小兵。该赛，该赛。我要帮那个单抓补。我先睡睡猪，对。我的仆人永不相信。直接 Q 给你哦。我强化你了，上吧。干没睡没有弄到猪，干老师。掉下去掉下去。爬上去爬上去。集火老鼠一下，那个拿掉的话。我被猪勾到。不要死啊！哎、欸、干，我死掉啊！哦，再唱，那个补血交给烧着了，自己没血补一下。我要五秒，四秒。哎、欸，又勾我，又勾我！靠背，大绝出来啦！快闪啊！我先闪。先吃小兵，先吃小兵。不要让他死啊！好好 ，OK。我一定要先离开，我要先离开。他不棒啊！哇，碎啦！哇，这还蛮好玩，这蛮刺激的，真的没，这真的都不能失误，说真的。这场前面都有睡到，就是那只猪最后一局那只猪我没有睡到，感觉搞到、啊、那只猪没睡到，我就怕就很刺激了，好不好？不过好像你大绝最后一波我丢到嘛，对不对？全部都中了。
有啊，都中，只是伤害不高而已。二郎白金 carry。真的会跑到前面去，哎，是吧？那他可能真的是补量也有差，他补量可能算进去之类的。对，我做治疗量金牌而已啊。哎，过来！哇哦，耶，爽到哎！哇，有成就哎！哇哦！这两个成就，哎呦！我靠！哇！哇！这也太爽了吧！然后我刚打的是，又是还来。